小杨，终于被我见到了。你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带你去找他。这……哎呀，在那边呢。你，快来。 这里其实是会员制的。 您是来找朋友的吗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没必要告诉你吧。您那个……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秦诗，杨华是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认识吗？ 不认识，不认识我，你为什么刚刚还？不说这个了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姐，开门。 说成已婚人士了，有必要撒这个谎吗？这不叫撒谎，这叫战略伪装。我是一个律师，诚信很重要。那我问你，你想到成与会工作吗？当然想。那就必须是已婚。为什么呀？单身女律师根本没有前途在成与会，顶多是个高级律师。你不信，你把你现在情况跟唐一慧说。我敢说，你连现在的工作机会都没有。为什么呀？这根本不合理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 我早告诉你，你会同意我这么做吗？不同意。所以我就帮你做决定了。所以，两年前你为了事业发展，在网上随机找了一个人来伪造你的已婚身份，而我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你的丈夫，是这样吗？其实也不是随机，但不重要。您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非常正确。